我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我。演出已经开始了，说开始了。奥运年就要有新的气象，我换了一个新的搭档，大家猜他是谁呢？对了对了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来，报报报报报，今年是奥运年，陈小二已经跟我明确表示过了，为了不影响我们首都的市容，他就不来了。谁说的？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报，保安同志，来，没有票的请出去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这出什么？我啊，我真是，嗯，保安同志，轰出去！好嘞。来好，朋友们，今年我这个新的搭档，第一是要聪明，第二他要漂亮。大家请看，今天我给大家表演，我们要看小品。不不不不，我给大家唱个歌。我们要看小品，小品，小品，小朋友们，哦吼！你们不就是想看陈小二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没关系，没有陈小二，我照样给你们变出一个陈小二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请看。朱什么？你过分了啊！朱什么？请问，一加一等于几啊？二加二等于几啊？563乘以876等于几啊？你在侵权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把我变成了。想什么？你把我变成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呢？我呢？还有这个东西呢？这哎，哪儿去了？你找什么呀？找什么？哎，我就不信了。你看大家对咱们多热情啊！下面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品。立正，站位，没动出啊！保持微笑。嗨，你们冲他敬礼干什么？手放下。朱时茂啊，朱时茂，你这是犯法！我犯法，好好好，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原创的，原创的，忘了。这是你吗？这圆的是我。这是你吗？还是圆的，还是我。好。
是你吗？这是朱时茂，是朱时茂。韩小二，叫什么？我没叫你，叫他。给大家问个好。英语 ，Hello。法语，不出。德语，古登泰。日语，空尼奇吧。西班牙语，我拉吉达。伊拉克语，阿哈雷奥塞哈雷。这是你吗？喂，你会的他都会，你不会的他还会。朋友们，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说是让他出面给咱们争光呢，还是让他出面给咱们跌份呢？他不就会说几句外语吗？就我中国话说的利索啊！你中国话说的利索，肯定比他利索。我朱时茂啊，你瞧不起人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见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儿，我早一个大耳瓜子贴你脸上，让你满地找牙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大家听我这嘴皮子利索不利索？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那你说化肥会挥发什么？化肥会挥发，绕口令。想绕我，哎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哇哇喂喂喂哇，什么哇哇哇哇哇？不对，是哇喂喂喂哇，是化肥会挥发，是化肥会，它是化肥会挥发，哎。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他是化肥会挥发，哎，化肥会挥发，说上来了，说上来了，好，那你再说一个啊，你找一个最难的，那你说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这个太容易说了，这个不就是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哎。你怎么能听他的呢？你得听我的。没了，完了吧？这下傻了吧？还是给我装科技小能人儿、啊？哎呀，算了吧你。你以为这我就没招了吗？还有什么招？你给我站这儿，站直了。站直了。嗯，站直了。站直了。站直了。怎么站着很？两个腿也要站直了。腿。腿不直吗？你看，你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，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啊，两个什么人？你这是直了吗？你看看，让大家瞅瞅，这是自然灾害，你就凑合着用吧啊！啊，你碰上这么个搭档就不容易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用了，可以走了。我啊，可以走了。不用了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，不后悔。我说的，嘿，哈哈哈哈，看见了吧？哟，我们是陈小二2.0，是专供奥运会进行礼仪服务的定制版本，为五湖四海的宾客提供帮助。好，你告诉大家，从天安门到鸟巢怎么走啊？天安门，从天安门西出发，乘坐728路到复兴门下车，换乘939路，抵达北辰桥，全程约17.13公里。Take bus number 728 from 天安门 west to 复兴门 transfer to bus number 939 from there and get off at 北辰 bridge west. It's 17.03 kilometer long. 哎呀，怎么样？服了吧？好好好，知道自己的差距了吧？啊，你还真打算让他们招待外国客人？那当然了，啊啊，让他们这哥几个接待咱们外国来宾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哈哈，你这对2.0什么都好，啊，就缺俩字儿，什么？人味儿，人味儿。哥几个。知道咱们北京人见面怎么打招呼吗 ？Hello， 不对 ，Yes， 错了 ，No， 啊呸，系统不支持。哥，瞧你这笨劲儿。那你说北京人应该怎么打招呼啊？北京人啊，俩北京人一见面怎么打招呼？啊、对，吃了吗您呢？我吃了，你说怎么打招呼？吃了吗您呢？我吃了。
怎么打招呼？没问你吃没吃，我说北京人打招呼吃了吗？您呢？我吃了，怎么打招呼？我跟你说了三遍了，我都回答四遍了，我吃了一碗炸酱面，还有一头蒜。哎呀，我说这么臭呢，你问他吃，那你们说北京怎么打招呼啊？吃了吗？您呢？你看我和他一样，我都告诉你几遍了，我你整个一个猪脑子。请尊重我的老板。我尊重他，他一个猪脑子才教出你们一群猪脑子，你们整个就是一个没脑子。我就是没脑子。没错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大家啊。好了好了， I'm sorry， 我给大家跪下。什么？来，我给大家磕个响。这干什么？起来，我给大家磕个响头。行，别说什么，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。别整我了，行不行？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大过节的，你别给我丢人，行吗？别给我磕头，我也没带压岁钱。你行了吧你？真是的。哎，干嘛去？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回来。怎么回事嘛？对你有意见。什么意见？你说。什么意见啊？就刚才你指那道对吗？怎么不对呀？怎么不对啊？他指那都是大马路。那应该怎么走？五湖四海来的宾客到了咱们北京得走小路扎胡同啊。哎呀，人家时间太短来不及去你说那些地儿，到咱们北京还赶什么时间呢？这北京啊，这是文明古都啊，到了咱们这儿得慢慢瞧，仔细的看，还得边看边琢磨。胡同太窄，这车进不去。别管上哪儿，我送他去啊。费用是个问题，我们要选择性价比。一分钱不要，我义务了。老猫上车。墙头开满了喇叭花，百花深处看月牙儿啊，我最拿手的是老北京的风风味儿，炸酱面来上两碗儿，讲究的是面码好几样，萝卜丝儿、青豆嘴儿、大蒜瓣儿、黄瓜、香椿、绿豆芽儿，春风和面，炊人脸儿，夏日里池塘青蛙呱呱呱呱闹喧天儿，深秋极目南飞燕儿，到冬来雪地里的寒烟儿斗雪花儿，嘿嘿，真叫一个好玩儿。